他那个广播会嘛，伊对台湾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是基本一个真关键的事情。你若无了解前瞻，你不就无法了解今嘛的台湾政治，将来发展到1980年，民进党执政，等上面14年后，民进党执政啊，那你80年民进党执政嘛，所以你若无了解前瞻，你光了解现在的台湾。那么讲，那你那无兴趣，因为我真刚才你讲，你起码这个讲，你那讲其实才是，因为1987年还是为了和平日二八公益和平运动开始了，是吗？你的命令来，他们讲其实是讲，你在1997有政治化，啊，他大概他的意思啦，刚刚讲白东西用哪样东西，说撕裂族群，制造族群的冲突的啊，这是他海价啊，跟新批啊，公司那个。这个对好那也用好这样用这个这是一笔大的价啊跟国宽限的连接啊跟国会比例连接这样的就把它告诉大家了。我的意思因为那么一般我基本上下来的关系我会跟你来的一种高中形式的法律用韩国广州的时间来告诉大家的下来的我下来的第二代广州时间下来1980年到现在1996年早上一年那你就中化别的化点化胆点吗啊别是觉得化西点如那里化你的迷惑一个选手选择量都能化不几多年那就化成新的一个专门建立到让你弯转这个这个关系啊他的几个刚刚拉的几年啊刚刚教练刚刚的一个解释啊我认为好吗无关系结果是说我刚才带来了但是像你这样子的，我觉得认知很不同。你已经当了多先生，你专职员对你很多责，那你书法，那你英文，另外什么？另外就是你我所对的那里比如话的北京，你这个进步就被侵犯了。所以你来讲你，你的我们经过书法的处理来先生的事，对你来讲是经过了书法的教育啊。但是假如讲在那地方来跳边大众山，这个是。清楚的一般是为了咱的后代，咱的后生的子孙，以这个土地、这个安身立命、这个活力，伊的幸福，比较是保障。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清楚不是讲